照片里的人就是我吗？玉林与台生合影于民国74年。 就是这个叫台生的人吗？唐小姐，唐小姐，请你醒醒！唐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这张照片里面的人是不是就是我？唐小姐，唐小姐。 唐小姐，我居然睡着了。唐小姐，我昨天晚上本来要离开的，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，就是这张照片从哪来的？为什么我跟这照片上的人这么像呢？啊，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？ 唐小姐，你认识我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知道我是谁。从一开始你对我的态度就很不寻常，我永远忘不了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那种神情，是那么的奇特。我早应该想到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。事实上，我一直在怀疑，是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不肯告诉我实话呢？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呢？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就是这个台生？
回答我，我是不是台生？我是不是？你是台生，你不是谢白，你姓张，你叫张台生。我叫张台生，我叫张台生。那我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一对苦命的恋人，一对历经波折、受尽磨难的苦命恋人。我们是一对恋人。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够再遇见你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十年前我们相约跳海殉情，后来我被救起来了，你的尸体却一直找不到。这十年来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清楚一点。你说我们两个跳海殉情，这怎么回事？过去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的。我多希望能够像你一样，把过去悲惨的一切全部都消失掉。全部都不记得，我都叫你叫几个，就什么都忘光了。那些痛苦的回忆，永远不要再在脑海里。唐小姐，叫我玉玲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不是我在做梦。不要再离开我了，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如果我真的是张台生的话，为什么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等到我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你才告诉我呢？十年前的台生，毕竟已经过去十年了，我们之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改变，而且你又得了失忆症，根本就不记得我了，所以我不敢贸然的认为。我想，我还需要多观察一阵子。是吗？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一个有丈夫的人。可是昨天晚上你不是说你丈夫已经死了吗？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死了，其实他应该是没有死，他只是失踪了。
他是一个阴险凶狠，又变化莫测，难以预料的人。他曾经虐待过我，囚禁过我。他不准我多看别的男人一眼。如果让他知道你是我10年前的恋人。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曾经在这个屋子里面待了一夜，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也不会放了我们的。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不敢认你。 只好压抑住我自己，我怕给你带来新的灾难，雨林，母亲。 毕竟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都过去了，我不再是10年前的唐玉玲，你也不再是10年前的张太生，我已经是个有丈夫、有孩子的人，我不是唐小姐，我是马太太。 你呢？这10年来，你是不是已经娶了别的女人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跟孩子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，也许有。 也许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想，应该是没有吧，因为我脑子里面一点没有这样的印象。可是对你，我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是认识的。 第一次看到你，包括我现在拥抱你的感觉，我都觉得好熟悉，好熟悉。所以，我相信你说的，而且我相信我是爱你的，爱了好几十年。 几个世纪。 医生，我请教你了，我女儿到底怎么样？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？这很难说。红斑性狼疮啊，是一种自体免疫发生问题了，造成一种慢性病。所以在核蛋白、血液跟细胞当中呢，它会产生一种自体抗体。不管什么抗体、什么免疫的，我只想要我女儿赶快好起来。
医生啊，我请教你，我女儿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？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口跟我讲话？医生，我真的等得快受不了啊啦！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女了，你一定要救她！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！你们不要激动，我们已经在尽力救她了。我只是想让你们了解，你女儿得的这种病，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，是一种会侵犯每一个器官系统的疾病。很不幸的，她这次病变的部位不只是肾脏、皮肤，还有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。医生啊，我不管他现在有多严重了，我也不管他的身体器官到底有哪些被破坏，我相信我的女儿一定会好。我女儿很孝顺哦，她不会哦就丢下我跟你娘妈这一题了，不会，她绝对不会的。秀兰，秀兰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不可以放弃她嘞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医好他！我拜托你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！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，要救救我的女儿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也给你跪下了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你们起来，起来！我并没有放弃，我一直在努力。虽然他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只要有最后一丝希望，我们不会放弃。谢谢您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有您这一句话我们就安心多了，是不是？冬夏，冬夏，今天是个关键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有什么事护士会通知我的。谢谢啊大夫，真谢谢你啊。阿不伟，按那个医生的讲法，好像是小兰如果今天不醒过来，好像以后就不会醒过来啊。别别别别，别胡说，别胡说，老天爷会保佑我们小兰的，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的。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把奶奶给你妈都快吓死了啊。小兰，对不起了，妈妈不应该打你了，妈妈不能让你过好日子还让你受委屈，其实妈妈是心里很心疼的啦，对不起，那你要原谅我。哎，你不要哭啊，错了，小兰不该跑去卖饼了，小兰不该丢妈妈的脸。啊，现在都不要说这些啊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安心养病啊，吼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没事，啊，你不能回家，你病得这么重，你要住院呢。家里哪来的钱让我住院？住院要花好多钱。小兰的病，会把家里的钱花光，也会把奶奶、妈妈累垮的。傻孩子，你现在说这些话干什么呢？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，
奶奶跟你妈就算累死，我们也心甘情愿的，啊！妈妈，奶奶，我求你们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讲，你嘴里讲了，阿丽不管说什么，妈妈都会答应的。如果我来不及看到爸爸，要帮我告诉爸爸，我好爱他。你没有没够，你没有没够了，你没死，你不会死了。我好恨我的病。我的病让爸妈奶奶好辛苦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你没有被供，你没有被供的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不要难过。我好想你啊，爸爸，你在哪里？谁？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想哪？小兰，我小姐，小兰，我们小兰好像就不行了，你快通知医生啊，快啊，快啊！这个是我吗？对呀，你看那时候那个头发多驴啊，我也好胖哦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淡水看日落的时候，我帮你拍的。啊，这是我们班的同学，他叫阿亮，18岁就开始掉头发了。我以为他是老师呢。很像哈、哦。这个，这是16岁那一年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
是我们去花莲玩的时候买回来的纪念品。啊，这是17岁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候我们都好穷，没有钱，所以你就只会买这些东西给我。这些东西你一直留到现在？对呀，我会永远留下去的。这是那时候你去成功岭的时候写给我的信，你为了写信给我啊，还带了10种不同的信封跟信纸呢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那时候写的日记，这本让你带回去看，上面记载了所有我们以前快乐的、甜蜜的，还有痛苦的回忆。你看了之后就会晓得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爱的有多执着。你会知道我是怎么样怀了你的孩子，又怎么样失去他，最后造成终身的不育。可是你失踪以后，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任何有关你的事情，都会带给我最大的痛苦。那你的孩子，是你现在这个丈夫的？他是我领养的。领养的？哦。怎么了？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来得太突然，太快了，好像是一场梦一样。我到现在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你怀疑我说的？不是怀疑，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吧。不只是你需要适应，我也需要适应，我们都需要去适应。除了适应之外，我想我还需要去印证这一切。你怎么去印证呢？你已经失去记忆了。带我去我们殉情的那个海边，带我去我生长的地方，去找我的家人，去找我的根。可是你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的。再说，过了这么多年了，生长的环境也都改变了，你回去有什么意义呢？不，你不明白那些事情对我的意义。我必须要了解我自己是谁，我必须要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的过去不应该只有你啊，当然，你对我是最重要的，可是，总应该还有一些别的吧。那些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。我明白了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我来帮助你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只有我能够帮助你，所以你要信任我，晓得吗？走吧。
我上去了，我还要赶回去工作呢。好，我计划一下，过两天再陪你展开你的寻根之旅。还有，你晓得我身份不大方便，所以平常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，有事情我会主动跟你联络。我知道。明天通电话。在做什么？我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但是我已经这么做了，不管对不对，我都要做下去。志雄就是小白，小白就是台生，这样的安排不是太巧妙了吗？就算有一些破绽，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填补得一点痕迹都没有。秀兰，你不要怪我，这一切都是命运捉弄人，我也是不得已才会这么做的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小姐，哦，是秀兰呐，我们小兰快要不行了啦，怎么办？啊，她一直叫爸爸，她好想见爸爸嘞。啊，志雄到底在哪里啦？秀兰，我，秀兰，你先不要哭。你告诉我你们在哪个医院，明天我带小熊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我相信小兰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好难看呢。台生，我有点事情要先离开一下台北，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一声的。在我不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，也不要到我家去，我回来之后会主动跟你联络的。记住哦，你不要随便告诉人家你是谁，除了我，只有我知道你是张台生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？到底说了什么事情？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这么多了，反正你不要随便跟人家泄露你的身份就对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！等我回来我再跟你解释吧。啊，我要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哎，玉林。先生。玉林。先生。哎。想要看一下这个画。啊，好好，我们。老太太，她的并发症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糟。她不止肾脏受损，她的心肝功能还有神经系统都受到严重的损坏。她的生命恐怕……按照规定，我们得先请您签个字。
小兰，小兰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我是奶奶呀，小兰，小兰，为了奶奶，你要勇敢地活下去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，小兰。一点力气也没有，我在这边是好不了。不，不会，不会，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的。我快好了，我就快要死了。不会的，你不会，你不会死的，小兰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啊！你不要哭，我知道你跟妈妈哭得那么伤心，是因为你们知道小兰就快要死了，舍不得小兰，但是小兰不怕，小兰不怕死，你们也不要怕。傻孩子，奶奶不许你胡说，不要胡说，你不会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。这次的病是好不了的。刚刚医生跟你们说的话我听见。小兰，我不管你听到医生说什么，我现在只要你听奶奶说，奶奶不许你死，你要听奶奶的话，你要听奶奶的话。对不起，我不能，这次真的不能听。对不起，叔叔，我好想你们，我好想你们。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，小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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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够可怜的，他受了这么多的折磨，你就让他安心的去吧。妈呀，妈妈呀，妈呀，你不要再对待我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，小兰，我求求你，你醒醒，小兰，我求求你，你醒醒好不好？你醒醒好不好？小兰，啊！小熊来看你了，小熊来看你了，你醒醒啊！小熊来看你了，小熊，小熊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兰，小兰来看你了，小兰，阿姨的弟弟来了，你看弟弟在这里，醒醒，醒醒啊，小兰，弟弟来看你了，小熊，弟弟来了，小熊来，阿姨带小熊来了，阿姨带小熊来了，小兰，小兰看你，小兰，快走，林小宝，林小宝也会来看你呀，要不，唐小姐。你说啊，对，小兰，小兰，爸爸要来看你，阿姨找到你爸爸了，阿姨真的找到你爸爸了，阿姨没有骗你，阿姨找到爸爸，你赶快醒过来，你醒过来就可以看见爸爸了，快醒过来就可以看见爸爸了，小兰，我真的找到爸爸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来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的，小兰，你醒一醒啊，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真的找到志雄了。那志雄在哪儿呢？你快去把他找来，赶快来看小兰呐！我。小兰，小兰，爸爸要来了，爸爸马上就来了，你要醒过来啊！醒过来就可以看见爸爸了，爸爸还有弟弟呀，他们全部来看你了，你不能睡在这里，你不能不醒过来呀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你醒一醒啊，小兰！秀兰，秀兰，你看，他有心跳了，他有心跳了，他真的有心跳了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来呀！够久会不会走，藏在柔顺背后，你终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，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，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收，停不了手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征服了我，
爱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？只想爱你的我